快速、高效、优质。在核酸纯化方面，德国伊拿公司拥有专利性的双缓冲液技术 DC Technology， 无论在手动的核酸纯化试剂盒方面，还是在自动化的核酸纯化仪器方面，该技术都能够让您得到高质量的核酸产物。20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从生物样本中提取得到了核酸。然而，当时的提取方法操作繁琐、耗时长，而且需要使用对人体有毒害的化学试剂。1979年 ，Vogelstein 和 Gillespie 在核酸纯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发明了离页岩化学法进行核酸纯化，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核酸纯化方法。1989年 ，William R. Bohm 获得离页岩化学法专利技术，该技术仍然是当今手动核酸纯化试剂盒应用的主流技术。它需要在高离子强度的缓冲液条件下，将核酸结合到硅胶膜上。2005年，德国耶纳公司发明了核酸纯化方面革新性的技术——双缓冲液技术 DC Technology。该技术在2014年取得了专利。对于用户来说，双缓冲液技术在核酸纯化的操作流程上与以前的方法没有太多差别，但采用已优化的离页岩和非离页岩组成的双缓冲液，为核酸纯化提供了更加适合的反应环境和更加理想的提取条件。另外，低离子强度的双缓冲液反应体系为核酸纯化提供温和稳定的裂解环境，不会抑制蛋白酶 K 的活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样本的裂解效率，进而提高核酸提取得率。双缓冲液技术适用性很强，只需对基础提取试剂做稍许改变，就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样品的核酸纯化，并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产物。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高纯度、高得率的核酸产物基础上，尽可能缩短提取时间。双缓冲液技术为用户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它的灵活性和高效性，这一点在样品裂解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啮齿动物尾巴仅需1小时就可以完全裂解，而采用市面上其他试剂盒处理，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甚至过夜。再比如耶拿公司的植物基因组 DNA 纯化试剂盒中包括3种不同的裂解液，对于各种不同的植物组织样品都能高效裂解。革新性的结合液能够选择性的将 DNA 或者 RNA 结合到离心柱滤膜或磁珠上。双缓冲液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进行大体积样本的核酸纯化。例如，全血基因组 DNA 或病毒核酸纯化试剂盒，可进行高达400微升的全血、血清或血浆样品纯化，获得更多的核酸产物，进而明显提高检测灵敏度。在洗涤步骤中，双缓冲液技术同样具有明显优势。正因为采用了低盐浓度的缓冲液，可减少洗涤步骤，使得整个过程更加快速温和，从而提高核酸纯度和质量。PCR 产物纯化试剂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采用独特的结合洗脱两步法，完全省略了洗涤步骤，3分钟即可完成。在缩短操作时间的同时，还降低了人为操作错误的风险。德国耶拿公司所有试剂盒都可根据您的需要调节洗脱体积的大小，最小洗脱体积为10微升。洗脱后的核酸产物可直接进行任何下游应用。双缓冲液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耶拿公司手动试剂盒和自动核酸纯化仪器的产品，所获得的产物得率高、纯度高，可长久保存。并不是所有的试剂盒都具有以下特性：专利技术、经过优化的操作流程、环保、无毒害的化学试剂、灵活、适用于各种下游应用。德国耶拿公司生命科学产品，
为您提供全套解决方案。